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们有很专业的设计团队，然后他们的设计部门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有时尚风格的一个部门，就是他们给我们看的一些照片跟款式都是他们都有在考究外面流国外流行的趋势现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专业。这地方跟英国的合作，我想问，好，就是这一次这地方跟英国的合作，就是其实也是透过我们经纪人，然后找到衣服的品牌，因为我们一定会先过滤一下衣服的材质跟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那看到英国，就是我们自己有去跟他联系，觉得可以跟他们合作。然后合作中，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些衣服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正式的上班族的，但是我们就觉得他们有一些系列是也是比较休闲，然后这次他也尊重我们的就是设计理念，就是他觉得我们25岁到40岁之间，就是熟女想要变比较年轻的样子，跟年轻人想要成熟一点的样子。其实大家都可以互相搭配，所以很多衣服是虽然它做起来是有一点点小轻熟女的概念，但是它的颜色跟它的设计款式都是很跳跃、跳舞的，所以就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它也很尊重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他们做设计出来的，就是我们平常其实自己会想穿的样子，是对，跟他们衣服原本本身的设计路线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 Euro 合作蛮开心的，对，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例如我们觉得应该要过袖，我们应该要 T 恤，可是他们会透过我们想要的需求再去设计成我们觉得哦，原来时尚长这样，或衣服真的长这样，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可以？对，类似这样子。刚才有拍那个性感舞节拍啊，那练了多久？性感舞连拍，其实不是只是拍照舞连拍，不是，不能说我们那个是天赋啦。对，那是我们哎，生出来就会了。可以，等一下应该是蛮难看的吧？因为我有一些都闭眼难看。我有一些，就我们和大哥都学一下，因为我们最近有变胖。我身上大部分应该蛮明显的，还有腿有点粗这样子。对对对。那你们在摆 pose 的时候，心里的范本是想要什么？心里的范本哦。这不可考的，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就常常拍这样的照片，应该都是考究国外的吧？我刚刚正想说，我是想象我自己。哎，你真的很自以为。他这里可以给我答错了，那我们就留给他回答。我一讲完了，其实因为我们平常是真的有在拍这些，然后外加其实我觉得蛮常看双胞胎，他们就是很爱拍什么摇摇拍啊，然后就拍出一个时尚照。其实有时候脑中会有一点想的是他们的样子。我也可以抖抖拍啊。哎，有啊，有啊，抖抖拍还是可以有啊，摇摇拍了不起哦。手直接向下，直接向下。对，就是你们有没有谁拍照起来是有怪癖？怪癖，你的怪癖是什么？什么？会怪癖？就比如说，就是拍照，谁拍照技术最烂啊？然后谁要求最高啊？要一直拍。我要求蛮高的，但我拍照技术算好。我也蛮会拍的。我就是看脸大或脸小，如果脸有点大，就要去补肉多。还好啦，因为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照片要求都蛮高。其实我可以分享，我觉得这算是我的小怪癖，就是。比如说我当摄影师，然后我帮比如说他们谁拍，然后我觉得我那张拍得很好，我还会含修图，就是我要呈现一个超完美的作品，然后再给他，然后你再自己po上网。所以你的拍照作品是修出来的。哇哦！那你刚刚跟你讲完，然后那个中间大概怎样？哇！原来我们要修图？没有，有些东西杂黑黑啊、痘痘啊都修掉啊，这样子水肿啊，水肿要内推内推，对。所以你们每次在社群里面分享的照片，看得出来谁修的最大吗？可是有时候我讲倒吸口气，我讲的修图不是只是走脸，是因为我要修整个氛围，比如说套个滤镜，套滤镜，闭眼套。对，我一定是拿美机拍照，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就是路边看到我要合照的人，麻烦开启美颜相机。我这还才肯照，每次观众跟你合照，我说我有美机吗？没有，没有不能照。毕竟有时候我们是素颜在路上，因为素颜工作，我们素颜走在路上，刚好去工作，准备去工作。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今天董仔是素颜。如果素颜能展现的话，我都很开心。各位，董仔今天素颜，他今天素颜。
做指甲，去贴睫毛，剪剪睫毛，戴耳环，然后去除螨，然后我们两个一到公司就是一件 T 恤，然后邋里邋遢，然后头发超乱，三天没洗头。哦，三天没洗头，我也是三天没洗头。对，但是他是最会打扮。对，没错。对，谢谢。我收，该有的称赞该有要给。对，像是今天发型师来我家做头发，我就是林子夹是自己的玉米须也是。Oh my god！ 哎，哪个？哎，等下哪个造型师这么不负责任？哈哈哈哈哈！我刚讲好，我全都有不用带。哦，红仔的好心，红仔的好心，对。好，那因为音声之前出个人专辑，然后都是自己一个人跑通告，那等于是久违三出合作，你觉得那氛围的话有什么差别？我就是案件很多，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话，他们会帮我接话，没有人唱，然后我就很轻松这样子，安心这样子。那这个刚刚没有打到，我们两位有男朋友，你知道三位都有吗？哎，我有吗？是我跟陆星有啊，对啊。那有男朋友的，你们都平常怎么帮男友打理造型？他自己管好他自己就可以。哎、欸，你很冷血，你可以讲你隔壁的吗？不是啊，我们都长大了，长大了自己要怎么漂亮，自己要怎么帅，就全靠自己。那如果真的没有想法，等一下我要帮木星讲的，她男朋友其实蛮会穿衣服，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就是我有些短剧里面的衣服好看的大风衣是你，其实是他的男友。对，像这一次，我就会介绍他，应该会买我们的地方跟衣服。你说这件吗？不是这一件，因为我没有料到这一件，连男生穿起来都超好合身。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这是我蛮惊艳的，所以我应该会推荐他买这一款。我的部分就是如果有出国，我都会不小心偷看了几件 T 恤，然后买给我男友。这样，对，这样，甜蜜这样，没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很爱，哈哈哈哈哈，他很爱买，他很喜欢穿我们的衣服，哦，这倒是，比如说是我们自己群人出的周边，或者是我们群人跟别的品牌联名，他都会穿。那这次我也蛮期待他穿上我们跟衣服的衣服。希望。对，这件呢？这件应该大衣。这件也给他穿上。好啊，很适合。对。